大家好，欢迎来到蹦开箱。今天我们要来帮大家开箱可爱又特别的宝可梦笔套公仔。之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蹦克所推出的蹦克笔套公仔，将蹦克的 IP 角色化作陪伴书写的笔套公仔，还可以拿来展示以及把玩，实在是非常的疗愈呢。此外，蹦克也推出了大朋友及小朋友们都非常喜爱的宝可梦官方授权角色，将这些陪伴训练师们冒险的可爱宝可梦变成疗愈的书写伙伴，收服你的心。今天就让我们来为大家开箱介绍每一位训练师都值得拥有的宝可梦笔套公仔。蹦克推出的宝可梦笔套公仔如今已经出了两弹，采取盲盒的方式，一二弹都有六只角色，一共十二只角色等着大家来收集。在包装上是最特别的地方，第一弹采用了精灵球样式，第二弹则是采用了超级球样式。就像宝可梦世界一样，将你心爱又可爱的宝可梦收服在精灵球内，每一颗精灵球都有一只宝可梦在等着你呢。撕开外层的封膜，打开精灵球，就能知道自己抽中哪一只宝可梦啦。里面还有附有弹纸，显示该系列的角色款式。第一弹的角色分别是耿鬼、超梦、月亮伊布、波克比、波克基谷以及波克基斯。第二弹的角色则是马纳菲、皮卡丘、太阳伊布、蚊香蝌蚪、蚊香君以及蚊香勇士。宝可梦笔套公仔是用直径约7-10mm 多种不同形状的笔款，像是铅笔、色铅笔、自动铅笔都能顺利的装上。看见笔筒上的宝可梦公仔，相信每位训练师都会被这些可爱的样貌给吓到。当然，除了插在笔上，还能当作公仔摆放及把玩，训练师们也能够为他们赋予生命及个性，创造出一趟精彩绝伦的冒险旅程。各位训练师们，是不是很心动呢？现在就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到蹦克的官网，将这些可爱的宝可梦收服进你的口袋吧。以上就是这次的蹦开箱，有任何的问题或建议，请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Bone makes you different.